各位朋友好，欢迎收看马面书 online。 连续的两集的双塔入门教学后呢，再来要开始一些较难的内容了。这一篇呢只有两个句型，16分音符的123点以及134点，但我的方式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踩踏而已，而是要用渐进补满的方式来练习左右脚的平衡。在这个训练中呢，右脚是你的 leader，在演奏时你必须要确定你的右脚采集点跟 height 落下来的点是对在一起的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尽量让速度放慢，让右手右脚可以对整齐。再来，左脚是 follow， 跟好你的右脚，顺序的从第一拍开始跑完两个小节，然后第一拍第二拍，以此类推，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双脚平衡与左脚的反应能力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的影片呢，请点个赞，并且将影片分享出去。马面书 online， 下回见，拜拜。